系无啦，即系好似条真系好依两系无啦，好依真系，好依杯冇叫嚟，佢系做蒸嘢嚟啦。咁嘢卡少冇够啦，冇够啦，卡少冇够哦，嘢肯定冇六五两嘢喎，真系。唔系真系，唔系，佢即系因为佢依系过地出嚟，即系用钱咧，用钱用钱，因为用抽晒出嚟，入去杯就上，但真系唔系，唔系用，你乜嘢都包嚟，私有嚟唔系，乜嘢我嚟唔包啦，就依就我嚟人包咯，佢依真系。我依话，我真系好依个地，好依真系，你包咯。挂住啦，你包咗啦，一人包啦，但系你包啦，一人包，系，又你买得冇啦，包佢嘅，走得啦，其实真系冇啦，真系，走得啦，其实真系冇啦，一人包啊，唔该系，咁上上次啊，不如我嚟，我嚟一人走嚟，你包，唔包一人包，一路你咪一人包，包嚟，做嘢做冇啲咩啦，因为我依唔做嘢啦，因为依唔做嘢啦，不过就冇。我等落上，我等落上，冇啲得啦，真系唔快。做咩听冇呀？听冇呀，冇啊，真系唔快，真系快。嗯。啲人揸揸气就系冇啊，真系。咁多人，包嗰时真系唔快。啱啊。我包嗰时，你等下我真系唔快。真系啊，真系啊。现在要光没有白色。真系冇啊！真系杀嚟切嚟讲真系，呢个一卖就啱啱快，就要嚟做真系。真系好难冇啊，唔快。真系嗰几年冇啊，真系嗰几年冇啊，冇就冇时间，冇俾两杯啦。包回来不回来，这钱我就包钱就包啊，这钱我回去掉，回去掉，回去掉，太好了，包回去掉，包这回去做钱，这回去想买，回两块回两两，回两回两块，再两块给你，拜拜，这回去钱就卖我，这回去钱就卖，这回去钱就卖，我这钱怎么卖？多钱？多钱？哎呀，卖回来蛮幸福的。有啦，有啦，真系，真系有啦，真啊，又得，嗰只，廿廿千又得，对啊，嗰啲六只嗰啲嘢，对上，真嘅，系。对头都真系啦。哦。我来，我就看我做，我来。做了健身。没有黄，没有黄，没有黄。谢谢，谢谢。不是现在，我找不到，我第一次碰到。这种现在哦，回不去了，回不啊。那么差，还好啦。不现在，不要玩你了。怎么现在？所以只有在只有在只有三百六个现在，只有三百六十八现在。你讲这话，怎么现在？不现在现在，无三斤无万两斤半，现在无三斤三万两斤块头啊，现在无缺了，一斤不三六了，怎么现在？就两斤了啊，没有发现。我又买回四百下，四百六十五，三百六，三百下，三百。卖掉了，卖掉了。对呀，对吧？这头下。三百下，三百下，有啊，大宝。没有，我看到那个脸。那就是我晚上看你，白天卖。我连了无啦，大概两千零啊，大概两千零，三百下，三百，三百下，三百六了。对呀，就对头下，无啦，不是无啦。可以找你，在那个直播室里面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抱歉。对对对。你比哪，然后你来这。对对，然后说你要什么。好吧，这样，好吧。对，说你要什么，然后我就会帮你。今天到哪里这样子？对对对。哇，这个好厉害，好吧。你要，能把来啊？现在说一下，你把我。把你，能把。把我来。你拿了，然后你来这。不叫你来。把我这样，大概可以播了。要不要你这样，你帮我一下？再找多少钱，把。快点能包了，现在能包了了。你要掏点包，掏点包。百块钱能包，剩几个？掏点包不要掉。掏点，掏点包不要，能包不要。没差了，这个呢？太快。掏点包能包不包？掏点能包，能包呢？你包了，掏点能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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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包好呗，包，掏点能包呗。到底能包啊？买点面也 OK 啊。库存很高，你出门走路还很危险的，车那么多，完全带库存。你出门走路还很危险的，车那么多，你知道吗？完全带库存上啊。带库存。出门走路真是很多了，你又不怕，你还怕带库存？人哦，什么时候走
都不用啦，不用担心台固醇啦，嘿啦，都找对了，那边夹蛮好的，了解啦，小打断就不会走，有啦，我们什么时候走？你若叫台固醇加上管理就不掉，你找我来开播，你知？因为坐阮这个级别多开播，你头加破病感冒尔，真实是感觉我年纪外无影，而且真实，你来。我做了哈哈哈哈哈！干，上包上，有，能包能包，能包能包。我们吃不 OK 吗？吃不啊？啊，那那。要吃我就宁可吃那个。包下你包，包下，包下你包呀。等下看两下。包两包啊，不是为了。要吃包好了，你吃了要吃包钱啊。八六了，怎么办？你们想，看，八幺了，这个没有胆固醇，零胆固醇啊，零胆固醇，零负担，负担的来。一千了，这样子，八千，这八幺台要准备六十了，八准备六十，准备七十了，准备六七十，准备六七十了，现在。有没有整包？整包的。不整钱，你看。三百六做正哟，三百块，不如准备早点买只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差不多一只，帮我控制，帮我控制啊，我无啥好看的，就安尼尔，我无啥好看的。看你个看的，再搬，再搬。全部多少？啊，比较快。这东西怎么说？你说还加的吗？哎，你老吃三百啦。哎，这三百块的。啊。全部去多少？加哦，全部哦。哎，四，六百六弄过去，六百六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，没事哟。因为没关系。六百块头啊，六百块头啊，三百块八的。不要用，不要用，用几两三百块，八两，就八两。好，你是这个硕士毕业，你是都毕业，你先毕业，你是博士班毕业哦。国小没有毕业。博士班毕业，前面。前面都没有屁。因为我说的虾子的虾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啊。没有啊，放着你要去。优良的蛋白质。哦，小心是你蛋白质怎么最多？你知道吗？小心是你瘦的，你要是瘦的就是。你要是切蛋白质的话，你要是切蛋白质的话，晚上找你老公。现金。哎，好嘞。哦，找你老公蛋白质最多。好了，OK。没有。有啦。没有。然后切蛋白质啊，有去找你老公，晚上叫他你要多少蛋白质，他会给你。哦，要不用钱，不用在外面买了，缺不缺？啊，你缺不缺蛋白质啊？晚上来，缺蛋白质晚上来找我了，我蛋白质就对了。你想整人的对啊？整人。你包了，啊！不，你这看嘞，大家这时间来就就，这时间来哦，无我上到安尼尔，死一个啊！真，包好了啦，好嘞，真。你包好真。来吧。大姐，这个什么？这个嘞啊，这个嘞。我不敢吃。这个不敢吃那个。这个东西比较高啦。这个是蛋白质比较高。这个。这里那个哦，我不敢吃。你说这个什么东西比较高啦？蛋白质比较高，是热量比较高，胆固醇比较高。也很高。什么来更高？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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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要你报价，你把100块吧，我小姐来报。对不对啊？高粱。牛腱对啊，有牛腱啊。哪里？有牛腱，还有牛排。有牛腱，还有豆花腱的。啊。我的心藏在月中，豆花腱啊。哎哦，花心的哦。空巴花心多多多。豆花腱唱歌，它的那个音质是最美的呢。哎呀，对对对。啊，你们会一样不？我听懂了，我听懂了。你看这个，哎，啊，你们会一样不？我听懂了，这波油就出来了，这波油就在台湾贵了，这波油就搞牛腱，牛腱，牛腱，牛腱呐，牛腱，他喜欢做牛腱，不喜欢牛腱呐。在100块就8块，他喜欢做牛腱。那不是有？几百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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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百块。牛腱呐，大家还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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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凤螺啊？凤螺啦，凤螺，凤螺啦。是吗？对啊，凤螺啊。好啊，我看这个，他们赶海的都讲说这个。错了，看海，看海跳海啊！这是写凤螺，还是凤螺呢？是不是？哦，我们这里讲凤螺。不然呢？每个地方都讲凤螺。凤螺呢？香港那边讲凤螺。哪里啊？香港啊。你说你香港有啦？湛江那边啊，湛江。湛江那边也讲风的，因为我喜欢看那个《赶海视频》，就看了看就看到。你看一点嘛。好暖呀！拜拜。所以很多鱼我都看不到。好高兴啊！秋江的啊！秋江的海况就好些嘛，跟海况就好些嘛。这种山应该会很大条。没有，看到黄之后再用你来进攻那部分。哎呀。就问题呢，我进来，人家抱我来带回来，抱我来。太好笑了，你这个拜拜了。这花枝啊，蛮好吃的。我买两包。无啦，咱敢真诶咧。这里，这里行，我们家就这里，啊，要不要的？别留。放在吧。我是看到他们在喊，我下来看一下。放在多少？牛买几公斤啊？牛买什么？两公斤的呀。一定要吃几公斤的？两包一公斤一样的。你不如买那两只买。哎，这种公斤的嘛。那个黄鱼喊的嘛。你定个我挂几公斤？那个也可以。那个也可以。五厘罗那个。五公斤。对呀。一定要吃几公斤的啦。嗯。长尾。哎，黄鱼怎么卖？长底喽，黄鱼啊，那个要买回啊，那黄鱼过来，当天的，这我的，这我的，在上面。对啊，长鲈鱼都买好多去喂。我要两包那个。哦，可以啊。不行，我妈。来。你跟哪呢？风螺来了，风螺来了，风螺来了。你跟哪呢？两包一百五。好吧。好肥啊，瘦啊，几斤？哎，黄鱼咸吗？喂，买够了吗？黄鱼啊，四位五吧。我无看到这个，我无听到这个是介绍。四位可以啦。哎，红鱼啊，三百来，三百来。是啊。我来红鱼了，真系。三百块哦，大姐，三百块好不好？三百，多两颗，送你两颗。哎，不够阿布那里还有两颗，好不好？很贵的。啊。这螺很贵。很贵，对呀、啊。很贵，我这样子最少要赚到生一颗了。这样子，最少要赚到。引搞正鸟了，我他妈一定一休啊！引搞正鸟了，一定一休啊！一休。好呀，两百六十包，大粒水也是，把口填，还想拿钱炸下去，那不炸我就停下来。我大粒水也是，炸我就热，炸掉我就。哎呀，要多就买两条黄鱼了。可以啦，那凤螺好吃的。两百两万一万两百呀，两万买完是便宜点的，不要走了啦，三百五就好了。这两两是我两只啊，买三百五的。哦，没有，我买两只。他往三嘛？没有，三百。买了两条鱼，两百五。可以，大公价啊，太好了啦，三百呀。先讲会好，买一只他也。不会的吧？啊。我加工。会不会的吧？买两百。你是会塞宝吗？不能买红。可以买200，两百啦，两百块啦，但是要买鲈鱼还是要买那个？200呀，200，哎呀，哦，还剩
台货啊，台湾台货。太小，你看他们是轮，他们是可以。三百来，三百六。蛮荒野，差不多五十点半，那差不多准备要休息了。三百六，准备要收尾。没有，三百六，三百六。我不准。三百来了。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过来呀！哎，拿下去呀！哎，拿吃来了。他没有，他今天喝太少。会多一点就茫茫的就喊起来，越喝越清醒。喝多一点他就不会让你这样讲话了。越喝越清醒了，真的。他一直碎碎念的。我喝太多。我每次来看你的节目。我喝太多哦，我喝太多。帅哥，我不准看他那脸，我是看你。我再多一点啊，没有没有可能让这样子讲话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！我都给你们管理完了，你这边空位哦。这是假的，把两只是两个。要我了，可以了，要我了。我买两只。好，我买这两只。花米好吃。不好吃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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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吃的。有水吗？怕火了，不好吃的。哼，生气，给他气死。快爆了啦，要气。爸不会听，爸不会听。血压飙180。飙啦，家己去看啦。那个那个尿啊。你今晚差不多280。哈哈哈！我一直关袂偌济，也会啊的。你今晚回来头280啊？我跟你讲啦，安怎？你继续讲，伊就283。哈哈哈！我跟你讲。有听不到的机会痛，他蛮好玩的，蛮好玩的。你有玩过哟？你有玩过哟？那讲话蛮。你有玩过哟？我你有玩过哟？不然你怎么知道我好玩？我今天第一次看见你，你怎么玩你？对呀，不然你就知道我好玩。200可以吗？不然我就不知道我好玩了。爷爷，你又在挂后生啊？你在挂后生？爷爷，你接啊！你今天讲话不溜了啦，有时候讲话真的溜那个溜。今天在喝酒啦，所以讲话没。他都不知道我好玩了，你怎么知道我好玩？你有没有玩过？谁说了？快点！来，来，小心！老板，这两只多少好不好？两百了，两百了，两只两百了。嗯。老板，不好玩吗？好不好玩？没有很好玩。没有很好玩，对吧？啊，兔子看，来，两百块，不要紧。你跟你老婆说，也不错。他都。老板，你这个人很聪明啊。啊？怎样？对啊，那不玩，我皮肤油不错啊。好了，再五十，我说200可以吗？不可以啊，可以。啊？那个小姐几岁都不可以的，你都几岁了？250可以。他说你买好多呢。他能买很多，因为我卖便宜啊。我买你买很贵，你会买很多吗？哦，好厉害呀！你看他买很多，买地都是。我卖便宜，你才会买很多吗？我这一条都卖1000，你会买很多吗？对不？我厉害不是你厉害，7000块给他10分钟他就可以开工。对呀，真的啊！我卖那么便宜你才来啊？你看，你是看我卖便宜你才来？你看我帅来的哦，老扣零哟。是吗？哪一个？用小的。八个啊！一个保利龙哥啊，一个保利龙香哥，小的就 OK。好，可以。大概5包了没？5包。嗯。在的。在。牛肉没有啊，带到那个，我不敢了。我看你没有那么，没有那么厉害。他这么帅，老婆这么漂亮，怎么会？他你跟谁来？啊，我们是同语言呐。哦，啊，我跟同个就丢啦，跟班就丢啦，哎，啊，娘都丢了。不会讲的话，我听得懂。你都跑了丢了，你就这种单丢不跑了丢啦，啊，无聊啊你啊你。听到我们自己的同乡的语言，你是不是很高兴呢？知道我厉害，看你们好厉害，对不对？没有了吧 ？OK 了吧？我老婆都不知道我好玩的，你知道我好玩，好玩。对啊，有的家里都还有。你都是什么卖的？我鱼我姜啊嘛，喊鱼嘛，几个卖啊啦。
要什么？要什么？多了。你要来买石板脑，石板脑，石板脑买全部给你啊，一千三六，一千三六。我可以买了，一千三六啊。那个饮料是，他本来要信用卡支付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跳到现在。他转这个闪电给我。哎，小明啊！没查上。我们不能买一买。就是你前面有买。还是能买，如果你是自己，那不一样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这个是不够三杯，再拿一包，再拿两包。蜜豆腐的，先点进来，做个小锅嘛，对，来帮你吃，先点来这然后帮你吃，然后帮你吃，海石分的吗？这个是海石分吗？这个是算，那就太脏了，托板纳，托板纳，对，就是完全土生土长的石斑，没有改良过的，没有改良过的，就托板纳。现在才有一百，要死吧！现在一千两了，今年了，黄马上一千块。等你了。还是我靠，家里真的是一个大冰箱，堆到满满满。你跟早上一个，你跟早上一个阿姨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他冰箱装不下，真的啦。我是大台呢，一万多台啊，四门啊，多，四门的。呀，一万，我是做生意一块的，有啊，一万四千。用买装不下，就每年讲，我装个车装不下。对，要不？比如说再买一个冰箱，你要个唔吧？冰箱装不下。我电器，你电器叫咩？哎，中华黑色。不要讲，不要讲。你这太贵了。何必？你八百。会把它带路啊！再买一个六门。没有啦，我现在是去买去给小孩子而已。再买个六门房车。小朋友。哎。会把它带路啊！会路。对吧？然后。会把它带路啊！过几年啊，过几年啊，你看。我竟然没听讲，人性我经不起试探的，你听见没？今天还好啊，人家不要这样。你是迄、迄人生啊，吃蛋你拢无会买。老今天算买最少，今天买算保过算全部是八千一万。那就还不认识我了，真的是哦。我最便宜可能卖一千块。可是你都八卦山都搬这个角落吧？对啊，对啊，没有。没有关系，给小孩。好，谢谢。给轮他们嘛，我们自己留几条那个石板。我每次在八卦山，我都站脚。因为我都没有看到在镜头里面看到你，都有看到你了，没有看到你，怎么会没有？啊，我没有看到你啊！我都站在脚旁边啊。红牛这样，两百这样。好了好了。对，好吧。好，帮得到吗？可以啊。
两块大锅啦，两块大锅。刚才那位先生常常来买，他说他常常去八卦山买，每次去都是一万起跳的。然后他常常去八卦山买，每次去都是一万起跳的。三块五百，一千七的。要多少？大地啊！你讲伊在来八卦山啊？大水来啦！八卦山，爷爷八卦山。你讲伊在来八卦山，拢徛喺角落，徛。八卦山啊，八卦山啊。对啊，伊在来八卦山啊。有，伊讲每边去都超一万一万。爷讲的是你爷爷啊。我无看过伊啊。啊，无你讲。啊，伊讲的啊，伊讲这，伊讲边角，伊讲这边角呀。这个一百好吗？不可以。八卦山提八卦山啊！八卦山够高了，够一百。讲啦，八卦山啊。对，因为我都不用每种嘢，你两个就唔会坐哦，大家叫唔会坐两个容易。谢谢，这个对的。你这个直接轻松，陈道明过来的。我这个就是媒体啊。对呀、啊，你要到日去拍外景的旅游外景的房车旅行，那个比较辛苦。那个太笨。还有什么？太笨。不要做那个。你这样子，人家一点点点点点，你就赚了，对不对？你是靠这个积分的，你是靠这个赚的。做他们那个是他们想要那样子做了，那样子带货的话，他们一个月就30万人民币。什么东西？带货，他们做自媒体带货，他们都是房车啊，他们很会讲。我们台湾的我真的太累了，不想带货。他们不会讲，太累了。我讲是典故、历史什么都要讲。好。宝贝，你看。快吗？四点我吧，对不？干嘛？诈骗的。差不多。气象报告是说中午12点开始下雨。气象报告是说12点开始下雨。来，我放。这是热雨啊！冇得挂雨哦，哎，挂雨这边哦。哎，三包。我给你再给五台。我已经七八包了。我已经买七八包了。好，对。什么鱼是最旧？拢无起价，我拢无起价。75。前面你买过啊？买过没？这边。好啦。我还没记得，我告诉老板。哎，都好。我还这个是最最最多多，那一样不行耶。来。啊，谢谢。做指甲。我说那个一盘一百啦，两盘拢买一百啦。哎，我记得不止一百，一百一百。你说你两盘了，拢买一百块。你不止100块，卖100块。啊。对啊，两盘拢摕200咩？卖200，我无欠钱啊，后壁我欠钱，你看我形象先欠钱啊。无欠钱啊，我欠钱，我讲你，我讲可能你袂。在就卖，啊那袂在就卖。有啊，无啊，无啊，你讲啊。我冇钱嘛，你。我喜欢乘车去你两座呢。我估计两台遐就买两台啦。我拿袂要紧啦。乘车面啥，看你要啥物。收藏。对。
差不多了。看桌面。我看你在等我看电影哦，是不是？很慢啦。要跟你交换，你要跟他商量一下哦。要跟你交换赖啊。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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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你交换赖啊。我不要。跟你交换赖啊。我喜欢更加，更加有互相联络的。对呀、啊，要叫他进，要进什么？第一个多轻松呢。最后一个好轻松呢。哦，吃不吃随意我。你说刚才那个什么？一只啊。今天现在最多。跟你喝酒。不要，不能喝酒，不敢喝。星期四后面是我的助手，今天没有。好今天那个助手可能跑去嘉义了。谁啊？都把他没亏。老板。哎三胎十班过得去吗？三胎五百过得去吗？哦，有。啊，龙华你啊，刚才用的。这个是。娃娃。嗯，有。对啊。棒，棒。谢谢。哦，好值得哦。他说这把他这一回。哎，大哥，那这要不要不要带啊？大哥，这要不要不要带？你老为我丢。啊，大哥哎。好，你老为我这把。你我个大家还在这啊？哎，好。我阿爸爷还有啊。是是是，这样子啊，你差不多了哈。我大概会在一天下就奔波了。是吧？两百就好。差不多了啦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了。那也要准备收休息了，因为已经过十点半，过十点半，十点就十五。好，我准备倒数计时了。五，今天就到这边哈。下午会下雨哦，大家小心一点。突然温度骤降，都要小心一点哦。四，那个衣服穿得刚刚好哦，这种天气衣服不好穿。三。啊，收了。一，拜拜，休息，拜拜。你看这只太阳在，两百，两百。我赶快，我赶快。